变成辽宁，我们远离城市的朋友们，因为雾霾，因为别的原因，回到我们的城市，因为我们可以用音乐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一个参与性的音乐作品，希望大家来配合。好，我们现在试一下啊，最开始第二首曲子。 把荧光屏对着舞台举起来，哇，不得了哎！我们的大雁塔广场变成了森林了，变成辽宁了，精彩吧？ 然后完了以后就不要再点击了，让他自己玩，然后我会转身开始，然后我就会开始演奏了。好，清楚了吗？好，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谢谢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
谢谢。西安，陕西，是咱们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啊，特别是咱们的华阴老腔，还有秦腔，影响了很多人的，尤其我。我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兵马俑、秦始皇、秦长城。其实我每次来到西安，总是觉得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我的采风、给我的创作的研究带了非常非常无可限制的想象力。谢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呈现，就是如何在传承方面，又要传还要承，在华阴老腔还有秦腔方面把它做成摇滚乐，做成交响乐，做成古典音乐。那么谭维维今天给你们介绍，谭维维来到了现场。谭维维一直来到我们的陕西，来到我们的西安，去华阴老腔的村里边跟师傅们学。今天晚上我们要见证的就是谭维维如何在非遗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他自己的古典音乐的新脉络。我们现在为大家演出老腔和秦腔。
唱一曲。
谢谢谭维维老师，谢谢。我们继续，保列罗。
Thank you.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为你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西安经典，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要出场了，欢迎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意大利经典歌剧《Verdi》的《Nabucco》的里边的最精彩的一段合唱，让我们的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
谢谢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我们的骄傲，西安的一块文化新名片，西安交响乐团。 接下来，其实是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最最感恩的时刻。你们看到的这个大雁塔，我看了40年，在我的心里，我天天都看着它。我一直在想，1500年前的大雁塔，它留给我们的非遗的足迹、非遗的声音。 非遗的生态影响了多少的艺术家，影响了多少的音乐家。那么，我去了敦煌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在敦煌才知道，就在大雁塔的底下，深藏着咱们玄奘西行东归取回来的心经，就在大雁底下。 几年前，我在交响乐团的领导们的培养下，陪同下，我去大雁塔的底下，我去摸了一下《心经》的原件，我像触了电一样。我觉得我摸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有音符在里面出来。当然，这种感觉是一个作曲家的感觉，也许别的人觉得我是大概有一点问题啊。 但是呢，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了。我就写了一个《玄奘东归》，就是根据敦煌壁画的一幅画改编的一个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呈现《玄奘东归》，就是讲这部《心经》是如何通过一个音乐的。 一个诗人游吟诗人，一个这样的一个僧人，然后艰辛万苦，穿火海，跳三岩，最后穿过大漠，回到了长安。所以，大雁塔的回声，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歌剧。它只有15分钟，但是这个15分钟的歌剧。 却从一个敦煌的壁画变成了声音。今天我们可以在大雁塔的底下分享《心经》，分享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最宝贵的珍藏。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恩。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大雁塔的回声》。
时空不折磨，美丽的故事有信仰。痛苦的时空不折磨，美丽的故事有信仰。痛苦的时空不折磨，美丽的故事有信仰。痛苦的时空不折磨，美丽。
Sure.